肚子好些了，然后我还去拍了个深写。原本是早上拍深写的，然后肚子痛跟姐请假，到晚上拍了。写王子鑫的荧光棒，祝王子鑫在 GNZ 越来越棒。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呢？今天我采用了一个上挑眼线和一个紫色眼影的一个妆容。嗨，谢谢纯纯净水的巧克力哟、祝堵麦了。谢谢纯净水的巧克力，祝你每天都很纯净。是啊，我今天采用的是一个粉红眼影法。哇，谢谢巨无遗光的夜蝶，谢谢巨无遗光的夜蝶，你好。我感觉我第一次见到你呢，巨无遗光。祝你的钱不会被花光光哦。有没有觉得这直播有点掉帧的？没贴双眼皮贴，没贴，是吧？是不是有点掉帧？我看着我好难受啊！等一下，我退出去看看。表哥抱表弟，哎，好了，表哥抱表弟，好了，好了，恢复。嗨哈喽，恢复了，恢复了。排练好了，今天不用排练。谢谢叶之恩的荧光棒，谢谢想吃肉肉的奶茶，祝你每天都能喝到好多奶茶哦。嗨，谢谢贝贝的玫瑰花，祝你天天都有钱花。谢谢林淑琴吃三个 T 的荧光棒，祝你每天都能够找到好多个 T。 谢谢 KONGH 的12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，祝你每天12岁。谢谢爵西的玫瑰花，祝你天天都有钱花。谢谢没有吃饱的荧光棒，谢谢牛肉干的巧克力。谢谢微风永爱一的荧光棒，谢谢小太阳的荧光棒，谢谢许你们帅许我有钱秋天奶茶，谢谢爹生的巧克力，谢谢恋恋的荧光棒，谢谢爹生的巧克力哦。谢谢小羊为你心动啦的一个巧克力哦，祝你非常甜蜜哦。好了，我回来了。今天的这个发型很别致哈，这是橘色奇迹专用头饰，橘头。杜儿现在还好了。回家过年嘛，回家过年的，非常想要回家过年。谢谢雅安所的玫瑰花，祝你每天都有钱花哦。对，今天是橘色奇迹主题深写，每个人他都要扮演成奥特曼，我刚刚扮演的是迪迦奥特曼。心情呢、晚上好。我今天怎么今天眼线好特别，因为我画了一个上挑眼线。我也是今天第一天画这个眼线啊，
明天还用排练吗？明天不用排练，明天要去录音。但是我今天就有点奇怪，感觉我今天变胖了许多。对呀，我戴美瞳了。溜膜是什么东西啊？眼妆感觉成熟不少。因为呢，今天的深写就是走的一个成熟路线。对，我今天很水肿，今天非常水肿，一点都不烫，很胖。我感觉今天胖了，要么就是肿了。我今天的睡裤，现在可以点歌吗？不可以，因为呢，我没有 iPad。谢谢夜雨声烦的夜蝶，祝你每天都不会被烦到哦。谢谢你的夜蝶，你好，你是第一次来看我的直播吗？今天可能会有不少心软的财神爷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怎么知道？杨姐直播糊糊的。夜雨声烦，你是新来的财神爷吗？晚上好。他是的，确实有点糊糊的，感觉有点没对好焦的感觉呢。谢谢玄青青的27个荧光棒，祝你，早日27岁。今天好好看，因为我刚拍完生写，这是一个，你们不觉得这个造型很喜庆吗？感觉像那种要去那种参加那种晚会，我剪刘海了没剪？对，像福娃，像那种，就这边点个那种点儿，去那种跳舞的那种。谢脚踏车跑不动的一个巧克力，谢谢脚宝。这两边他就是姐姐，她给我这么一卷，她就是这么一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这样的。要不我把这个拿掉吧，就是说裤子露出来怎么了？迪士尼公主拿掉变成最，怪怪的，就是说突然变得很朴素。现在不敢去迪士尼了，万一马变黄了怎么办？突然变得很朴素，确实，戴上是公主，摘下是女仆，我还是再给戴上吧。这样怎么样？哇，花木兰！为什么今天我的这个头发是一个爱心型呢？好，奋斗100天，我要上清华北大。好丑。哎呀，怎么办？谢谢老婆饼的荧光棒，谢谢 YGHH 的荧光棒。这样怎么样？还是很奇怪，今天我头发就是很奇怪呢。谢
谢谢 KEYY 的15个荧光棒哦。谢谢重重的10个荧光棒哦。不是染头发，那是假发。你好，就这样吧，有点像那个，古代那个学武术的。好啊，师傅，接我一招。孙悟空，师傅别念了，师傅别念了，我眼睛好漂亮，哼，迷惑众生。大家不要盯着我眼睛超过30秒，因为你们很有可能会陷进去。谢谢。谢谢秋天的奶茶，谢谢小歪崩的巧克力哦。因为我的眼睛就是有这种魔力。谢谢三木雨的秋天的奶茶，谢谢你是我爹的5个荧光棒，谢谢儿子，谢谢天花板的玫瑰花，祝你天天都有钱花。这叫做普信女啊，不，也不是很普。谢谢小歪崩的玫瑰花，祝你非常有钱花。今天我好肿啊，我好胖。谢谢老婆饼的巧克力，谢谢恋恋的99个荧光棒。祝你每天都不用做作业。谢谢一杯咖啡的1个荧光棒，我好漂亮。你也很可爱呀。去写作业吧，别刷屏行吗？想问一下，别刷屏。谢谢脚踏车跑不动的52个荧光棒，爱你哦。520，我爱你，一生一世，喜欢你。什么东西啊？刷什么屏呢？这是在。勿刷屏，谢谢。对，应该是卡了，要不然让他刷，他都刷不出来呢。谢谢小玉同学的3个秋天的奶茶，祝你每天都能喝到芋泥波波奶茶、珍珠奶茶、Coco 一点点。今天你中奖了，因为夸我。Hello，为什么？谢谢老婆饼没有饼的荧光棒，谢谢山治哥哥的秋天的奶茶，祝哥哥永远都不会遇到绿茶哦。哦，因为我神龙啊。哦，你们都抽到奖了。谢谢迅猛龙的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你们都抽到了。早知道我也转发一下，说不定我也能抽到。现愿世界和平的秋天的奶茶，祝你永远都不会遇到绿茶哦。谢谢你是我爹的5个荧光棒，
谢谢你。早知道我也抽一下了，我中了多少钱呢？谢谢小陈的荧光棒，谢谢小松鼠的99个荧光棒，祝小松鼠叽叽叽叽叽，吃到好多小果汁。我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怪怪，我今天这个眉毛特别奇怪，特别粗，特别粗犷的感觉。谢谢纠结于烟筒的一个秋天的奶茶，祝你永远都不纠结。谢谢粽粽的20个荧光棒，祝你每天都吃20个粽子。我觉得我还是刘海分个缝比较好看。对吧？你们看，分个缝比较好看。谢谢去吧皮卡丘的玫瑰花，祝你非常的天天有钱花。谢谢老婆饼没有饼的一个生日礼物，祝你每天都不会进坟墓。两边眉毛不一样，对，因为是我画的，因为我不会画眉毛。千秋乐要分缝吗？可以分一下，浅分一下。今天好可爱，没有没有，一般般可爱 ，just 一般。突然变帅了，因为我分了个缝。谢谢幼儿园笨蛋的5个荧光棒，祝你每天都哇！谢谢小琴的宝贝为暗废寝原版的权杖。你说你是小琴的宝贝还是废寝原的宝贝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但是谢谢你的权杖，谢谢你，你好大方，唯爱废弃员还给我送权杖，谢谢。你家住在哪里？你晚上走夜路吗？你晚上走夜路的时候小心一点哦。上一个这么取名的人已经被我暗杀了。当然小琴这么可爱怎么可能会暗杀你呢？我找啊这这个棒。好的，改完名之后来我这边签到，谢谢。谢谢你的权杖，爱你。我笑里藏刀。确实，换个号嘛，大家都是大号用来追一个，小号用来追一个，那小小号再用来追一个，是吧？我就看你们是用大号追我，还是用小号追我，还是用小小号追我的。对，其实你们其实也不怪你们，说不定你们是有那种多重人格，就是比如说一个人格是一个偶像的粉丝。你们只不过是切换人格的时候也会切换一下偶像的身份。
这个我很正常，我知道。对不起，我去看了一下，我去看了一下微信，看看他们在群里说啥。看完了，现在。谢谢流浪人士的99个荧光棒，祝你流浪在外不会被人抢钱，每天都有好多衣服穿，而且也不会吃不饱。如果你吃不饱，你就来我们中心，我们中心的食堂都没有人要吃，每天都倒掉好多菜，你们来我们中心吃饭。这是谁的小小号啊？流浪人士。是谁的小小号？你是谁呀？流浪的人士，我猜你是刘诗诗吧？是不是刘诗诗啊？哦，我就知道你是刘诗诗。QQ 爱是最甜，是吴奇隆吧？空空流星拳不会是宋啊什么宋什么什么宋茜万茜吧？我就知道是你们，你们。你们说一句话，我就根据你们的口癖认出你们来了。谢谢夜雨深凡的50个荧光棒。夜雨深凡，你也是别人的小号吗？还是说你就是一个我的新粉？谢谢俏皮嫩心的荧光哦，谢谢真真好吃奶茶桶等过年版的夜蝶，谢谢真真好吃奶茶桶，祝你过年快乐，顺顺利利哦，真真好吃奶茶桶，你已经放假了吗？奶茶桶，黄少天，黄少天是谁？还没过年，你放假了吗？奶茶桶，放假了，好羡慕你放假到几号？谢谢西瓜波波的99个荧光棒，祝你每天都吃好多西瓜，还不会得糖尿病。对呀，就我没放假，就我还得跳一下那个头号新闻千秋乐，放到明年。你被退学了。谢谢白胡子老爹超级帅的16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哦。吃很多西瓜会得糖尿病的，因为西瓜的糖分很足。谢谢女工献脑的夜蝶，谢谢你女工献脑，谢谢女工献脑。女鸭把女鸭种啊，女金你鸭聪明啊，女秃脑鸭猴鸭猴死啊，女金你鸭把歪呀配胡女呀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说啥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说啥。你睡饱了吗？睡饱了没？你睡饱了没？你洗卡了没？你洗卡了没？鸭总鸭总女经理鸭总女你是女喜欢阿喵阿喵，谢谢小椰海的秋天奶茶，祝你祝小椰海越来越可爱。谢谢流浪人士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永远不流浪。
不告诉你们我在说啥，除非说你们自己去学习一下那个福州话。谢谢真真好吃奶茶桶的4个荧光棒哦，5个荧光棒哦，6个荧光棒哦，7个荧光棒。谢谢宇航员的一个玫瑰花哦，8个荧光棒哦，9个荧光棒哦，10个荧光棒哦，11个荧光棒，12个荧光棒，13个荧光棒，99个荧光棒，101个荧光棒，235个荧光棒，4288个荧光棒，5663个�荧光棒，6527个荧光棒，56885个荧光棒。谢谢钢铁 TT 的20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 T， 每天都是铁 T。我直播间为什么那么多小号？因为众所周知，就是一般就是小青浪的人比较多，他们就是都来看看小青。就是谢谢藤井树不睡觉的巧克力，因为他们的大号就是都不能用来看小青，所以呢都是用小号来看小青，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手推进到这个直播间里面，不小心查到水表。谢谢单身23年的薄荷的夜蝶，像这种送夜蝶的呢，就不是小号，这种就是我的粉丝。谢谢单身23年的薄荷的夜蝶，祝你今年顺利结婚，早生贵子。谢谢钢铁 TT 的5个玫瑰花，祝你天天都有钱花。刚来福州，你就跟别人说“女性一马捞”，就是你人真的很好，“女性一马捞”。谢谢是宇航员啊的1个玫瑰花，祝你天天都有钱花。谢谢 IS 的玫瑰花，祝你事业越来越顺。女性一马，女上帝翁，女美青奴。就是你人很好，你很善良，你很大方。谢谢纯纯净水的玫瑰花，祝你天天都有钱花。哇，你们，哎，我真心诚意的教你们，我真心诚意教你们福州话。谢谢1010的玫瑰花，女亚总。谢谢 KEYY 的1个荧光棒，祝你天天都有钱花。谢谢 KEYY 的荧光棒，谢谢恋恋的荧光，你们知道吗？谢谢恋恋的荧光棒，谢谢 KEYY 荧光棒，谢谢恋恋荧光棒，谢谢1020W 的生日礼物，谢谢 KEYY 的荧光棒，你们知道吗？谢谢雅安索的荧光棒，谢谢 KEYY 的荧光棒，谢谢去吧皮卡丘的荧光棒。好，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我要说啥了，我有点忘了。哦，我说。这个月的提现居然24号就得提了，我还想说他那个鸡腿呢，我每天开开直播给他一攒，给他一攒，攒到30号，咱们美美的提一个现。结果他刚刚那个在群里面通知，今天24号就得提现了。谢谢是宇航员的一个玫瑰花，祝你天天都喜欢。24号。应该是财务要放假了，就说谢谢 KEYY 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谢谢，对，还有几天，我刚差点以为是今天就要提现。谢谢 KEYY 的荧光棒，谢谢1010的生日帽，祝你永远。谢谢 KEYY 荧光棒，有荧光棒其实可以一次性送完，就是说，要不然我口水我真的要。没有口水可用了，真的。你有荧光棒，你可以一次性送完，你显得你人又大方，又善良。你看，像这位友人，谢谢 Bok 的99个荧光棒，这就是正确示范。有荧光棒，你可以99个，就是直接送完，就看上去非常大方，非常大方。然后人非常的善良，谢谢麦小凡的荧光棒，谢谢是宇航员的一个巧克力，祝你非常甜蜜。一个一个送我得说99次，你们忍你我就问你，你忍心吗？你忍心吗？你说99次同样的一句话。
谢谢小肯的99公分。你看这个小肯，你看这个小肯，他是多么的善良，多么的大方。这小肯一看就是一个帅哥。谢俏皮嫩心的66个荧光棒，祝你66大顺，五福临门。哎呦嘿，没看到什么吧？四海为家，谢谢。谢小杨为你心动的一个玫瑰花，祝你天天都有钱花。没想到今天我的这个榜一，还改名了，改成了爱情版。今天迎来一位新的榜一，是从来没有当过我榜一的榜一。大家掌声欢迎谢夜雨生凡的99个荧光棒，祝你，哎，夜雨生凡一点不凡，人非常的好。谢谢99个荧光棒，真的很大方，真的爱了爱了。确实，你还改名了，今天的榜二叫做夜雨生凡，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 ID 呢。谢谢是宇航员，今天我还是很满意我的榜一、榜二、榜三的，因为呢，都是林淑琴头像。像以前我的榜一、榜二、榜三啊，有那个我们队友各种的头像，还有的那种很丑的那种老头的那种头像，还有他们就是，哎，谢谢 KEYY 的99个荧光棒，谢谢 KEYY，祝你早日找到一个钥匙。能打开小琴的心门儿。谢谢你的99个荧光棒，你人很好。对，你的头像是啥？你的头像也是很不错。你的头像也不用换老头，不用换老。你知道之前还有那个别人的粉哦，直播间里面打起来了，就为了证明是谁家家底比较厚一点，在我榜一、榜二、榜三里面打起来了。最后证明出确实是有一家的这个家底更厚一点，今年总选确实是他们家的这个排名更高一些。没有，我一点也不渔翁得利，一点也不渔翁得利，因为这深深的伤害到我的心了。但是我也不好意思劝，因为他们都是大 top，我怕惹到 top 的粉丝们。对，我很伤心，他们当时一边给我送礼物一边哭。对，但今天我榜一、榜二、榜三，就只有这个我的粉丝朋友们，而且都是我的美照，我是真的很开心，都是我的美图，我的美图。美颜盛世就是，像以前有一些用我一些很丑的表情包当榜一、榜二、榜三头像的，我真的很害怕，有我的新粉到我的直播间里面想给我送一点小小的荧光棒，就看见榜一、榜二、榜三头像都被劝退了。你交一下改名费，你就可以把改名字改回去了。你交一下就可以改回去。穿的啥裤子呀？睡裤呀，这不是，这是睡裤呀。谢谢小琴的宝贝的荧光棒，谢谢。一个荧光棒是改一个字，你看看你要改哪个字？这是睡裤，对的。推荐进团吗？
你想死你就来吧。谢谢市宇航员啊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非常推荐金团，我刚刚是乱说的，个人是非常推荐金团的。这里你那个包吃包住啊，这里的人说话又好听，进去了进来了就不想出去了。谢谢1010W 的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哦。对，包吃包住还发工资，还可以看很多那个美女美女贴贴。谢谢小家不允许的秋天奶茶，祝你永远都不会遇到绿茶。就是你刚进来的时候，谢谢拿铁宝唯爱林抒情的99个荧光棒，谢谢 M 拿铁宝，我真的很感动，真的很感动，特地改一个 ID 为了证明自己唯爱林抒情。我的眼泪其实已经流下来了，但是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得到。对，已经是泪如雨下。进团可以跟我组 CP 吗？再说再说。进团可以跟我最佳拍档吗？再说再说。谢谢想要飞行17次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手臂已经不疼了，没想到打完针之后什么反应也没有，除了肚子痛。谢谢你喝可乐吗的一个巧克力。进团能进 H 队吗？那要看你的资质够不够了，一般都是资质特别好的才能进 H 队。肚子痛是因为我拉姨吗？跟吃冰棍没有一点关系。进团可以当一姐吗？可以，只要你是那个王总的女儿，你就能直接当一姐。怎么突然凑这么近？因为我觉得刚刚那样子我看的好累，那个手机看的好累。艾玛，谢谢谢谢史美丽的权杖，谢谢你的权杖。史美丽还换头像了呢，让我看看换成什么样的头像。看不清呢。什么字儿啊？那是史诗公主，狗屎公主，谁能看清？你那上面那是什么字？我也看不清。普度众生。哦，普度众生。史美丽，新年快乐！很快就要到我们的相识一周年了，还有跟那个女工谢脑也是相识一周年。哦，好像不止，好像已经到了，不对啊。没到，谢谢夜雨生凡的权杖，我谢谢夜雨生凡，谢谢谢谢谢谢你当上我的榜一，我的妈呀，谢谢你的权杖，谢谢，
哇哦，谢谢夜雨神凡，谢谢新粉，祝新粉新年快乐！今天是我们相识的第一天，好像是情人节。去年是什么时候过年来着的？我记得好像是过年的时候，然后就在那个家里面直播，然后呢。发送了一些弹幕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人的名字好像一个小学生，而且非常的不雅的感觉。但是我个人又比较偏好这一项的 ID，我就，哼。后来就送了一些礼物，后来他就升一些小级。夜雨深烦，你今天第一次来看我的直播吗？确实，好多人都是在我这升级的，因为我厉害。你瑞恩，我怎么觉得我刚认识你的时候，你等级就有点高的？好吧，你当时好像是我怎么感觉我跟你认识很久了？你为什么要悄悄喜欢我？哎妈，谢谢蚯蚓味酸奶的权杖，谢谢蚯蚓味酸奶。去年的今天你在干嘛呢？怎么没有来看小琴的直播？去年的今天你该不会是在看我掐指一算，该不会是在看飞行员的直播吧？其实你就是楚门世界里的楚门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在干嘛。你现在一边翘着脚，一边看着直播，对吧？你是在云南，对吧？哎，手机要没电了。你在外面玩儿？哦。对，你在外面玩儿，你旁边那个男的是谁呀？啊，不是，你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呀？你老婆？我刚看见你牵别人的手，人家不搭理你呢。你老婆很高冷吗？骗人！你肯定没有老婆的。我的睫毛夹得太好了，已经被夹成平行的了。谢谢1元钱的巧克力，祝你非常甜蜜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听说我哪个粉丝有了女朋友，我就会有一种心很难受。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塌房的感觉，谁懂？有一种啊，我的粉丝，
是的，有一种，怎么说呢？有一种妈妈改嫁了的感觉，怎么说呢？说不出来，反正就是。谢来一碗的巧克力，祝你非常的甜蜜。说不出来啊，反正就是有一种，就是有一种妈妈改嫁的感觉，就是感觉自己好像要进入那个别人的家庭生活的感觉，你懂吧？然后呢，那种电影看多了，就感觉，然后到时候就会生一个新的小孩了。然后到时候，我一回家，然后呢，妈妈就说："我不想看到你这个外人，你今天可以不要回家吗？"然后我说："妈妈，可是我想上个厕所。"然后妈妈把手门一关，给我滚！然后我只好开启了我的直播，跟我其他妈妈一起聊天。还好我妈妈只有我一个女儿，但是我有很多个妈妈。手上的是什么？手上的是我的手机哦。No，我有很多个妈妈。你们看我今天眼影粉不粉呢？今天我眼线是不是有点太挑着了？好像画的有点太长了。没有铺很多粉，我今天粉铺的很少。我说脸上的粉，今天我很，其实是很粗糙的化了一个妆。为什么你们觉得我今天眼妆比较的跟别的不去平时不一样呢？其实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我平时直播的时候妆已经掉光了，而且没戴美瞳。今天我是拍完照之后我就来直播了，妆没有掉，而且还戴着美瞳。虽然戴美瞳戴久了会很难受的，对啊，戴美瞳眼睛是真的不一样。有戴过美瞳的友友们都知道，戴了美瞳之后，眼睛是真的会不一样。而且今天我很肿，因为可能是来姨妈的感觉。在网上面看到说，那个怀孕了鼻子会变大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说这个，我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。我就是在抖音上看见的，给大家随便说说。你的头像是啥呀？
怎么办呢？明天去公演都没有新衣服穿了，为什么别人都有这么冬天都有这么多时尚的衣服，我就整天穿一条裤子。怎么办呢？没有新的衣服穿了呢。你怎么无语了？你们，那我那条裤子可是我的挚爱，它很保暖，现在还显腿很瘦，很百搭，你们懂吗？而且它虽然是牛仔裤，但是它穿着很方便，它跳舞，穿那个裤子跳舞，帅得想死。我其他就都是裙子了。我决定24号啊，不，23号，我要穿裙子。谢谢纯纯纯净水的秋天的奶茶，祝你永远都不会遇到绿茶哦。我决定24号，我要穿裙子。谢谢盖猪猪的一个，因为23号，因为23号是我们的女装公演，所以我决定那天我要女一点，我不穿裤子了。谢谢盖猪猪的3个荧光棒，穿旗袍，为什么千秋乐要穿旗袍？23号来看我，好哦，你们记得扣我，我跳9号位哦。我过年应该能回家的。你们记得，蹦蹦蹦也要扣我，你们扣小琴，甜甜的小琴，小琴，甜甜的小琴。你们说，小琴帅帅的小琴，小琴帅帅的小琴，小琴美美的小琴，小琴美美的小琴。小琼，哎，你们说晚上吃点什么好呢？今天看见有人点盐酥鸡了，感觉很好吃。吃榴莲？为什么吃榴莲呀？榴莲很贵的。我要回到家里面，让我爸爸妈妈给我买榴莲，这样又不用我花钱，还能吃到很好吃的榴莲。我现在呢，就稍微吃的清淡一点，寡淡一点，简朴一点。回到家了之后，有大餐可吃。老坛酸菜牛肉面，我的挚爱。来桶老坛酸菜牛肉面，有人模仿我的脸，但是没人能模仿我的面。
两块面饼超满足。说真的，别给，我最讨厌香辣的，香辣的有香菜味儿，别给整两块面饼行吗？根本吃不完，我觉得两块面饼。是啊，这是统一的，康师傅的没有统一的好吃。哎呀妈，谢谢石美丽，谢谢石美丽姐姐的夜蝶，祝石美丽姐姐每天都吃方便面。香菜最好吃啊，香菜最不好吃啊，石美丽姐姐，香菜是最难吃的，香菜比屎还难吃。哎，你没见过猪，没吃过猪肉，也见过猪跑吧？葱很好吃啊，葱我每一次调调料，我都要装半碗的葱，葱很好吃。香菜是最，哎，不是，葱是有一股香味儿。葱你们不觉得，特别是什么葱油拌面啊，你们有见过什么香菜拌面吗？葱你炒菜做调料都有一股那种啊那种香味儿，但是香菜有一股土味儿，加上臭饺子鸭味儿，臭脚鸭味儿，加上下水道味儿。土味儿，好了，别说，折耳根是最难吃的，个人认为折耳根是最难吃的，其他在折耳根面前都是小菜鸟。香菜为什么要叫香菜？因为它很臭，它欲盖弥彰，它臭而不自知。哎，你们有吃过凉拌龙眼吗？你们有吃过凉拌芒果吗？好吃，加那个沾酱油，芒果龙眼沾酱油。虽然我最近最喜欢吃牛油果沾酱油，牛油果沾酱油是最好吃的。凉拌皮蛋还可以，我也要买，你们相信我。相信小青一次哈，如果牛油果蘸酱油不好吃的话，你们回来，我给你们送皇冠，你们去试，你们牛油果无论切大块、切小块、切薄片儿，直接挖着吃，蘸酱油，你们先去吃，我跟你们讲，真的真的很好吃，它口感很顺滑，别加别的，就酱油。折耳根香菜别加进去，别整别的，就加生抽海鲜酱油啊，蒸鱼豉油加上去之后，有真服了，真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你们，我上次跟蒋如婷拍东西，我推荐给她吃，她吃完之后她说她不想，这辈子不想吃三文鱼了。因为他觉得牛油果比三文鱼还好吃。什么肚子痛？是不是吃这些吃的？那肯定不是了。肚子痛主要是来姨妈，卡了。
榴莲，我想吃榴莲，我很想吃榴莲，我想去吃榴莲自助。卡了吗？嗨。榴莲鸡煲是啥？我想吃椰子鸡，榴莲披萨好吃，确实，榴莲披萨是好吃的。榴莲壳还能包鸡，榴莲壳不是用来给那个男生跪的吗？我想吃椰子鸡。谢谢想晒太阳的巧克力，祝想晒太阳，每天都晒太阳还不会变黑哟。我想吃椰子鸡。我神魂颠倒，谢谢文曲西的巧克力。福州好像都好少椰子鸡哦，我都没见到福州有椰子鸡。我神魂颠倒，墨西哥菜是 taco 吗？印度菜是咖喱。taco 确实是很好吃的，taco。福建人好吃，no，我们福建人一点也不好吃，因为福建人常年都是在外风吹雨打。对，福建人的肉很老的，而且很不好吃，很塞牙的。你们别吃，要吃就吃。上海人，感觉上海人他普遍的富贵一点，然后他平时每天都喝咖啡长大，然后没事儿逛逛那个小商场什么的。张欣喝咖啡长大，那还是广东人最好吃。广东人，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，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羊。哦，那是东北话，我以为那是粤语呢，因为我是听那个刘德华唱的，我以为刘德华他在唱粤语呢，原来他在唱东北话。葛呢？你怎么？我的口头禅，不是我的口癖，就是你搁哪儿呢？溜磨是啥呀？溜磨是啥呀？我的老家，哎，就住在这个屯儿，我系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羊。我感觉东北人最好吃，因为东北人他们都天天吃大饺子呀、啊、
乡村爱情十四有我不？有我的出演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我就为了出演乡村爱情十四，每天苦练东北话。你搁哪儿呢？你瞅啥你？再瞅，你搁这儿呢你？我什么时候去拍？我今年过完年我就去拍啦。怎么不相信我去开拍还是干啥呀？信不信我咒你？我知道讲东北话的这个精髓就是气势很凶悍就行了。那干啥呀你？啥意思啊你？啊，林抒情粉丝还无条件还不相信林抒情了是吧？去东北拍我路透行啊，去东北拍我下雪图呗。我在东北等你。小崽子，你个小崽子。再说话。都把嘴给我闭上。就是再惹我揍你哈，揍你！揍你！像我们福建人说话就很温柔的，我们福建人骂人都是这样，哦，我揍你，就这样种，你把嘴给我闭上，我揍你！哼，我们福州都这样。你把嘴给我闭上哦。我们福州人很喜欢说叠词的。你脑脑有病啊，你嘴给我闭上。你脑子是不是进水水了？水。我咒你啊。我打你哦，我揍你啊，哎呦，揍你啊。谢拿铁堡的巧克力，祝你每天都甜蜜。谢谢马迪尔小哥的荧光棒，祝你每天都吃马迪尔。我想去西安看兵马俑，想要和郝静怡一起回他的老家。谢你快猜的秋天的奶茶，祝你永远都不会遇到绿茶哦。哦，对，西安有疫情，我好像就没去过西安，我从来没见过兵马俑，我感觉它很有名，但是我从没见过。成都要开48了，那假的吧？兵马俑可以在网上看。网上看有什么好看的？啊，我想去东北看那个雪乡。我想去东北雪乡玩雪。我想去看巴黎铁塔。我想环游世界，有没有同意的？我到哪里呢，我就在哪里开一个个人见面会。比如说我到了西安，我就开一个西安个人见面会。
然后我到了这个广东，我开一个广东个人见面会；我到法国，我开一个法国个人见面会。杭州是很好玩的。厦门小的时候去的时候是很好玩的，现在长大了就觉得一般了。你家楼底下是哪儿啊？长沙，哦，我看了《守护解放西》之后，太想去长沙玩了。谢谢，写错了。我喝过茶颜悦色，我去武汉的时候喝过茶颜悦色啦。对呀，哎，你们知道抖音上面还会有那种直播长沙街头的，好热闹，好繁华，好多小吃摊呢。好羡慕哦，上海都没有那种小吃摊，你们懂吗？我也好想去，下次能不能去长沙巡演？长沙还有好多美女，是哦，长沙每家外卖都好好吃。真的好想吃哦！我上次去滑雪，怎么不滑单板？我害怕。长沙好多一哟、哦，那长沙人可以跟成都人联谊一下。单板我害怕，下次可以尝试一下。播到大概11点多吧，谢谢 IIS 的玫瑰花，祝你每天都有钱花哦。单板比双板简单？不可能吧！双板是个人，是个正常人，有两条腿都会滑呀，你手一放就会滑了。谢谢 Tony 的20个荧光棒，祝 Tony 每天给我剪头发都剪得特别好。主播头发是化妆姐姐给剪，妆发姐姐给卷的。为什么滑双板会摔呢？谢谢0127的10个荧光棒，我滑双板总是担心我会劈叉。还好我韧度还没有那么好哈。要不然每次我滑下去，那个开脚的时候都感觉自己要劈叉了。谢谢流浪的小猫的10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哦！我下次试试行吧，如果我去那个滑雪的话。谢谢拿铁宝的秋天的奶茶，祝你永远都不会遇到绿茶哦。
谢谢小刘想吃肉肉的五个秋天奶茶，祝你永远都不会遇到绿茶哦。我去看看他们群里在说啥呢，你们别走啊，广告过后很快就回来。很快吧，我都说了很快了。超快的。你们说我几点下播好呢？谢谢爱吃芝士的25个荧光棒，11点。我考虑一下。那好吧，那就11点下播吧。那就11点下播吧。你们也要早点休息啊，早点睡觉哦。我明天哦要去录音，要录什么鬼东西？谢谢潜水员就位的一个秋天奶茶，谢谢想吃小刘吃肉肉的10个荧光棒，谢谢0127的玫瑰花，祝你天天都有钱花。不可以亲亲 ，no， 很不讲卫生呢。亲亲的话很不讲卫生。谢谢太爱吃芝士的5个秋天奶茶，祝你每天都吃芝士。很容易传染疾病的，亲嘴的话很容易传染疾病的。谢谢小杨为你心动啦的一个秋天的奶茶，祝你永远都不会遇到绿茶哦。亮绿码也不能亲，万一你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。听说每10个中国人里有8个都会得幽门螺旋杆菌。谢谢小刘想吃肉肉的夜蝶，祝小刘想吃肉肉每天都吃好多好多肉，多吃一点哦。小刘，谢谢你的夜蝶，每天都要吃好多夜蝶，不是好多肉肉。幽门螺旋杆菌，谢谢留给风月的2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哦。谢谢威弟的1个秋天的奶茶，祝你每天都是我小弟。谢谢夜雨生凡包养小白脸中的秋天奶茶，你包养小白脸了吗？你是一个老富婆吗？谢谢等不到冬眠的一个秋天奶茶，等不到冬眠。当小白脸中，臭情侣，根本没被嗅到。谢谢三只松鼠的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哦。根本没被嗅到，我怎么对粉丝吐口水？因为我是羊驼，喜欢谁就对谁吐口水。
谢谢萌土土土的秋天奶茶，祝你每天都不会被吐口水。等不到天黑，太完美，回忆烧成灰。谢谢阿童木头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早日变成阿童木。这小名叫歪歪的一个秋天奶茶，你们看我的野生眉，看见了吗？纹理非常的清晰。谢谢潜水研究味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唉，来姨妈就是会变丑，有没有？谢谢 C。AI 的一个秋天奶茶，祝你永远都不会遇到绿茶。耳朵很好看，确实哦，我的耳朵很大。好了，我要走了，再见了。好久没见，越来越棒了，谢谢你夸奖。我走了，拜拜。好的，早点睡，晚安，晚安。好，11点了。